范冰冰比美声 V 心如，从花淡妆有亮点。上海电影节11日开幕，下午先由开幕片《寒战二》记者会暖场，三大影帝郭富城、梁家辉、周润发同台较劲，拼演技也拼效果哦。心谋远虑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心谋远虑，身谋远虑，对，非常标准。其实坦白讲，心里话，在《寒战》里头，我跟他斗嘴，我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我们话说就是，我的角色就是搞习惯，你晓得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就是把那个事情弄得更臭。发哥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就连首度加入寒战的杨佑宁也忍不住赞他。发哥其实学习到很多那个自拍的方式，如何自拍非常厉害。晚间红毯大牌云集，除了中港台三地艺人，也有不少韩星助阵哦。林心如穿深 V 搭配古董颈链，和一身象牙白装扮的舒淇，都是红毯大亮点。黄晓明挽着 Angelababy 出席，堪称最美银色夫妻档。向来霸气的范冰冰改以粉色刺绣礼服扮甜美，却被网友形容像葱花蛋。娱乐动新闻，有点饿了，报道。